大家好，今天来县城办事，现在过来这里吃自助餐，12块钱任吃的自助餐，现在去看看有什么菜。好吧，来一份吧，12块钱是吧？那啤酒啊，啤酒3块是吧？豆腐。这个啤酒是那边算钱的，是3块钱，然后这些菜是12块钱，随你吃的，吃了多少就吃多少。这个菜也很丰富的，有10几个菜。这个还是蛮划算的。吃了一碗米饭。然后可以装了稀饭，稀饭是不要钱的。好了，吃了一碗米饭，还有一碗稀饭，一瓶啤酒，一共是15块钱，还是蛮实惠的。